是被人害死的，这事儿瞒不了咱。父皇，离开京城已经半年多了，回京吧。是时候回去了，彪儿，传旨返京。 属下已查问京师都督府，城卫天兵为什么不报中书省？督府回禀，他们是按照兵部军令办的。属下有查问兵部，兵部左侍郎说，是遵照黄山送来的太子守御办的。水师战船为何停靠蒲沟坎？水师兵勇登陆，为何不一律禀报？还有。 火器营、虎林卫也由安徽驻地
向京城开来。这些情况你们都知道吗？水师步军骑兵都来拱卫京城，这说明什么呢？说明皇上快要返京了。说不定皇上此刻已经在回京的路上。是，相国明鉴。皇上回京为何不先来个旨意呢？显然皇上不愿意让朝廷大臣们知道，包括中书省。既然如此，问题又来了，皇上为何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呢？为何在中书省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调动50,000水陆大军？难道大明京师快要沦陷了吗？说白了，皇上啊，是担心京城不稳，怀疑朝廷出了奸臣。既然如此，这问题又来了，奸臣是哪些人呢？如我所料不错，就是那些刚从北疆凯旋归来的骄兵悍将们。他们呢，又开始居功自傲，害民坏法了。3年前，皇上就想消除隐患，让一大帮淮西巡贵们归养乡里。可惜战事一起，不得不用他们披甲上阵。现在皇上认为时候到了，所以皇驾未到，兵马先行。相国断事真是巨细无疑，动若观火啊。是啊。听令吧。第一，既然皇上不想让我们知道，那我们就得装作一无所知，谁也不准自作聪明，四处张扬。特别是对兵马调动等事，更不准妄加议论。第二，赶紧将这半年来所有的奏章、停记案稿清理一遍，以备皇上御览，不得留有任何不符合朝廷律令的东西。如果有，你也得给我说圆了，清楚吗？明白。第三嘛，你们自个查查自个，谁屁股有屎，赶紧开干净，别臭着别人。遵命。禀相国，太子有令，明日正午时分，皇驾进入京城奉天门，着列位臣工在城门接驾，无需出城迎候。知道了。李进，我有个疑问。相国，你如果觉得不方便，可以不做回答。请相国示下。皇上回京为何不通知本相，却通知了你？禀相国，在下不知道。半年来，你是不是经常向黄山行宫递奏密折？禀相国，在下不是经常，而是奉旨每日递送密折。多谢了。你去吧。晚辈告辞。臣等恭候圣驾，吾皇。
魏庸拜见皇上。嗯，魏庸啊，这半年来真是辛苦你了啊。臣奉旨秉政，唯有鞠躬尽瘁，万死不辞。嗯，好啊。哎呀，只不过你在朝廷上一直支撑着，而咱呢却在皇山上纳凉，这心里头有点过意不去啊。臣看见皇上龙体健忘，臣这半年辛劳值了，太值了。好，文庸，走。哎，皇上。嗯，臣不敢。哎，走吧，来来来。十月十八日，胡相奉旨探望刘伯温，并赐珍奇药物。当天夜里，刘伯温腹痛如绞，黎明时分气绝长死。十月十九日，刘府悬哀幡，设灵堂，除吕敞、宋濂外，朝中大臣无人吊唁，京城流言四起，有说刘伯温是病亡，有说是自尽，有说则是被胡惟庸带去的药物给毒死的。这等于说是咱毒死了刘伯温呢。胡惟庸可是奉旨赐药的。十月二十日，刘濂驾车达刘伯温灵柩返青田故里，大臣们仍是无人送行，唯有皇后赐香一柱，吕宋二臣城门跪拜。灵车行自鼓楼处，有将士追逐欢笑，燃放爆竹相庆。都谁啊？吉安侯陆中亨、曹国公唐圣宗、平凉侯费聚等。听着，钟书生这半年来所有的奏章全都交到上书房，你呀，在翰林院和督察院选几个可靠的成功学子，协助太子重阅啊。遵旨。二虎，末将在。把你的那些地县探子都给咱聚拢到一块儿，该收网了。末将已令他们前往中军左卫汇集罪证了。皇上，妹子，咱回来了。
儿臣于礼进等已经详查三天了，但是除了一些枝节忽漏之外，没能发现重大隐情。臣也调阅了各部院案底，凡胡惟庸所办之事，除擅发北征将士赏银以外，并无其他违法之处。这样更可怕，胡惟庸明明是擅权枉法、结党谋私，而你们却一点证据都查不出来，这还不可怕吗？这说明他们是盘庚错节，已经结成了攻守同盟，那些不法之事啊，早被他们清理得干干净净了。这是儿臣无能。传旨，包括言官、御史、翰林院学士在内，各院不成功，皆可严查不法事端，准予封文奏事，相互纠谈。父皇，封文奏事，相互纠谈，乃天子万般无奈之时采用的下策。如此一来，定会风声鹤唳，人人自危。报上来的罪行，也很难辨真伪呀。真伪，由咱来辨。下策用事，往往就是上策。皇上，禀皇上，臣为在巡查夫子庙时，发现两个南阳异国人，即带入卫所审问，万没想到这两个人竟是战臣国使臣，漂洋过海而来，受战臣君主所派，朝贡大明皇上。战臣国使来朝，咱咋不知道呢？只怕是礼部疏忽了。战臣国政府使臣三人已经来了一个月，竟没人料理，他们只好下榻在御医巷客栈里。还有，他们把夫子庙光明殿当成了大明皇宫，要进去拜见皇上。咱又不是泥菩萨，坐在光明殿干啥呢？他们觉得光明殿气象庄严，比战臣皇宫还漂亮，就以为里面是大明天子住的地方。这怎么搞的？战臣国使万里来朝，那就是咱大明的国宾。朝廷上早有规矩，凡是异国使臣一踏上大明的国土，就要享受王公的礼遇。他们怎么能没人管、没人问呢？既然没人向咱禀报，礼部纯属混账。战臣国使来朝一事，礼部今年初就禀报过中书省，臣以为中书省已经指派部院接待。中书省从来没接到你们关于此事的呈报。禀皇上，臣有重赃存底为证，胡相秉政时下过严令，凡海外各国遣使来朝经商，以及海外僧侣赴大明取经拜佛等事，礼部不得越过中书省直奏皇上，否则那就是违规坏法。要不臣早就将此事直接上报尚书院了。皇上，中书省上承天子，下统各部院省府，这是皇上钦定的章程，如果中书省不能上呈下达，统筹中书，那岂不是中书省的失职吗？禀皇上，礼部将此事确实禀报过中书省，却久未接到中书省的批复，此事臣确属无辜啊。皇上，接待海外来使属于礼部专责，如礼部确实呈报过此事，那么就算没接获内阁批复，也该派员催促，并查明战臣国使何时到案、何时入京，据文再报，这是部院大臣起码的职责，何至于让国使牺牲客栈，这是礼部渎职。够了！战国大使漂洋万里、满腔热忱的来朝拜，咱们却不管不问，让人家沦落到客栈里头，有失国格。可咱们的中书省丞相还有礼部尚书，却当庭推诿，相互指责，
更是有违柱国大臣的道德风范。停职，把胡文庸、梁凯蒂押赴刑部关押，在事情查明后严办。由此可见呢，咱在离京期间，朝廷上另有隐情、是非，甚至是欺君坏法之事，都瞒着咱呢。咱可事先打好招呼了，希望大伙闻风奏事，严加纠缠。如果有谁敢知情不报、相互隐瞒的，咱查出来一律处死，而且咱一定会查出来。哎呀，回庸上朝的时候还贵为丞相，没等下朝就成了阶下囚了。天子恩威，瞬息万变呐。在下万万想不到，胡相仅为了件区区小事就坠入大牢，皇上究竟是何用意呀？宋大人，在下有一事请教。徐大人请讲。杨大人的话稍显幼稚，皇上搬掉压在咱头上的一块大石头，让咱放胆参奏啊。徐大人，你说别人幼稚，难道你自己个儿就高明吗？请宋公赐教。徐大人，老夫早有预感，中书省上承天子，下统部院，连皇上下旨、部院上奏都要经过中书省上承下达，这权力实在是太大了，太可怕了。相权过重，皇权必然受损。自古以来，皇权与相权之争可谓史不绝书啊。这次皇上是要痛下决心，要消灭皇权与相权之争了啊！真是啊！微臣涂杰，愧对皇上天恩呐！怎么回事？微臣饱受奸相欺凌迫害，无处伸冤呐，皇上！微臣要向皇上请罪，检举揭发朝中的奸臣呐，皇上！你是何人？想干什么？臣吏部主事涂杰，要面见皇上，弹劾奸相胡文庸。各部大臣回府衙后，一片惊慌，有人喜，有人忧。有人闭门不出，有人相互奔走。喜者认为天威昭昭，疏而不漏，胡文庸罪恶多端，早该惩办；忧者则担心宰相一党祸及自身，并牵涉大片文武臣工。中书省则是提前分门散班，所有属吏全部回家思过，闭门不出。而六部尚书、翰林院、太立院、太常寺等多是信告在列，奔走相告，多认为皇上替他们搬掉一块压在头上的大石头，从此以后他们可以直接进宫走势。咱呢，不光是搬到了一块大石头，咱还要把这块石头砸进水里去，让它来个四面开花，让水底里的那些虾兵蟹将们都给咱砸出来。不过大学士宋濂对此别有见解，说给咱听听，要一字不差。下朝时，宋濂对同行的陈宫说，中书省上承下达，这个权力实在太大，大得可怕，相权重了，皇权就会受损，而自古以来皇权与相权之争可谓史书不绝啊。皇室怕是要痛下杀手，消除皇权与相权之争。宋濂此话大受陈宫敬佩。一派胡言，什么皇权相权之争，咱这是在为国除奸。这
这个老东西说话简直太是放肆，简直混账。后来旅长听说了，提醒他，原话是：宋公啊，这儿不是您的南书房，您也不是在为皇子讲授，就不要应声发挥了吧。哎，看来还是旅长明白事理啊。皇上，何事？直接向皇上禀报。禀皇上，吏部主使突厥在后宰门外叩首哭功，请求见驾，寇僧要弹劾奸相胡文庸。突厥？哦，吏部按察司六品主事，洪武八年入朝，曾是胡文庸的心腹干将，并拜胡文庸为恩师及义父。哎呀，真没想到啊，义子首先蹦出来弹劾自己的义父。胡文庸啊，你真是瞎了自己的狗眼，认这种人做义子。好，太好了，立刻召他进来。臣等拜见皇上。请身吧。臣户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吕敞，参奏周书臣左丞相胡文庸欺君枉法、结党擅权等九款大罪，请圣上严办。臣太子太保文仙阁大学士宋濂，弹劾中书省左丞相胡文庸欺君擅权，逼死督察院左使刘伯温等七款大罪，叩请圣上严查重办。刘天一奏中书省左丞相胡文庸及其奸党九人结党营私，因图不轨，叩请圣上严令查办。臣太常寺卿韩少仁弹劾胡文庸及其私党、心腹走卒等21人，叩请圣上严查重办。臣兵部右侍郎李大勇弹劾胡文庸纳入淮西将领。臣督察院监察御史黄承毅弹劾胡文庸及其在直隶、安徽、浙江、湖南、福建五省奸党39人。胡文庸听旨，朝廷各部院、五军都督府及各省府衙大臣纷纷上奏，弹劾你欺君枉法、结党擅权等罪，着你如实招来。胡文庸，你听清旨意了吗？文渊阁大学士宋濂
弹劾你在皇上离京期间迫害前督察院左使刘伯温，并剿指刺督，置刘伯温于死地。胡惟庸，着你先从这件罪状诉起。胡惟庸，你听清了吗？你招还是不招？牢里的狮子、跳子多了点儿，还好咱有只痒痒挠。这可是皇上贴身爱物，君臣一体，心心相印。父皇，儿臣等奉旨审讯胡惟庸，两个时辰下来，胡惟庸拒不招供，只说了一句话。他说什么呀？他拿出父皇赐给他的那只青玉如意，说牢里的狮子跳蚤多了点儿，幸好有只痒痒挠，他是皇上的贴身爱物，君臣一体，心心相印。好啊，不愧是柱国大臣，荣辱不惊。这样，你啊，给他换个干净点的地方住。你们是审不动他的，回头啊，还是让咱请他喝茶吧。遵旨。臣胡惟庸。叩见皇上。啊，快打开。起来吧，坐下。今儿咱仨呀，好好喝会子茶。臣谢坐。胡杰是你的义子门生，对吧？曾经是。杜杰，胡文庸是你的义父恩师，对吧？禀皇上，是。今儿啊，你们俩好好聊聊，敞开了聊啊。遵旨，皇上。禀皇上，洪武十四年十月十八日，胡相接到皇上圣旨，令他率太医携珍奇药物去探望刘伯温。当时胡相拿着圣旨自言自语说，珍奇药物是何意思，刘伯温已经奄奄待毙，何苦多此一举。屠杰，你在胡说八道。禀皇上，当时罪臣就在胡相身边，胡相令罪臣传太医院医证过来，并让罪臣亲自到药库挑选缓发毒药，说让刘伯温喝罢，过两三日后再死。可没想到刘伯温身体太弱，当夜就死了。你这个恶贼。文庸啊，多喝茶消消火啊，咱这茶里啊绝对没有毒啊，敞开了喝。卢杰继续说。禀皇上，洪武十二年三月二十五日，罪臣奉胡相令押解粮饷抵达北疆战地，并将一封密函亲自交给蓝玉将军。当时蓝将军正与吉安侯陆仲亨、延庆侯唐圣宗还有平凉侯费聚等将一起饮酒，他看完密函后让罪臣坐在身边打听京城的情况，哦，尤其是打听皇上您的情况。之后蓝将军嘱咐陆将军说，你们先暂时不要回京，等我回去看看情况，要是尚未
对咱们太不仁义，咱们手里还有兵啊，进退都方便。这时费将军又说，兰哥，你可是咱们大明第一勇将，只要你振臂一挥，哪个敢不从命？蓝将军冷笑着回答说，咱可是死了好几回的人了，怕他作甚？禀皇上，至于那封密函里有何言语，罪臣就不知道了。土坚，你血口喷人。今年中秋节的那天晚上，我想在府上与十多位淮西将领聚酒赏月，罪臣就在边上伺候着，亲耳听见胡相说，你们该收敛一点了，没看见皇上都老了吗？用不了七八年他就会龙御西天的，到那时太子坐朝我当政，你们就安全多了，要啥有啥。考虑的真是深远呐、啊！连咱死了以后的事儿都考虑进去了啊。还有，胡相还答应罪臣做吏部尚书。皇上，屠杰丧尽人伦纲常，血口喷人，他已经不是人了，是一条疯狗。啊，屠杰，是吗？他说你是一条疯狗啊？你才是一条疯狗！你背后谋逆，欺君篡权，还以为自己是五百年来第一名相。屠杰，五百年来第一名相这句话，是当时你跪在我面前拜我为义父之说的，我当时就觉得肉麻。我要是不说这句话，你胡相会入我做你的门生？哼！哎呀！哎呀！你们父子俩吵架呀，真是好听，咱听了舒服，比吃那肉夹馍还舒服呢啊！二虎。李进，你们都听见了？这两个人呐，一个姓胡，一个姓屠，合在一块儿呢，真是一对糊涂虫啊！你们好好给咱看看，看看这对义父义子啊，那还是人吗？啊，像狗一样的在互相咬啊，丑啊！丑死了！世上没有比他们再丑的人了。咱有这样的义子义侄吗？啊？如果有的话，那咱朱元璋真是瞎了眼了呀！文庸啊，你说，义律该如何惩治啊？做皇上的用得着讲义律？皇上的话就是法，就是律。皇上让臣怎么死，臣就怎么死。文庸啊，你呀、比杨宪可要强多了啊。你不是怕痒痒吗？咱呢就让你痒痒死，这
这种死法可是开天辟地头一回呀、啊！下告辞了，回去交差吧。Oh.
金相国上车吧。父皇，你这个当皇上的难道就没有一点过错吗？妹子，咱朱重八这辈子最恨别人逼咱，也最恨你干政。皇上，娘娘病天了。